好，我们继续开会啊。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并案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两案。那么我们就都，我跟征求各位的同意，就是我们就把今天的各个案子的条文都一并来宣读。好，宣读完之后，我们再来逐案处理。好，我们请宣读今天讨论事项个案的条文。请上看那个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这个对照表。行政院司法院提案第十四条，除第一项后段主管机关后，改为顿点社会福利机构辅助人议定监护受任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为监护之宣告之外，其他均以现行条文同为宣告证。两院提案第三节成年人之议定监护，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人提案第二节之一成年人之议定监护。两院提案第1113条之二，称议定监护者为本人与受任人约定与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受任人允为担任监护人之契约，请向受任人得为一人或数人，其为数人者除约定为分别执行职务外，应共同执行职务。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人提案第1113条之二，除首句在监护后面增列契约二字以外，其他均同两院版提案。两院提案第1113条之三，议定监护契约之订立或变更，应由公证人作成公证书使为成立。公证人作成公证书后七日内，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前项公证应由本人及受任人在场，向公证人表明其合意，使得为之。议定监护契约与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发生效力。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人提案第1113条之三，除第一项部分在订立后面改为顿号变更外，以及末句这个应由变更应由公证人作成公证书使为成立，并由公证人于七日内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第二项、第三项均与两院版提案同。两院提案第1113条之四，法院为监护人之宣告时，为监护人宣告时，受监护宣告之人已定有议定监护契约者，应以议定监护契约所定之受任人为监护人，同时指定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法院为前项监护之宣告时有事实足认议定监护受任人不利于本人或有显不适任之情势者，法院得依职权就1111条第一项所列之人选定为监护人。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人提案第1113条之四，本人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为意识表示或受意识表示或不能辨识其意识表示之效果时，法院得依第十四条第一项所定之人辅助人议定监护受任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申请为监护之宣告，并以议定监护契约所定之受任人为监护人，同时指定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第二项同两院版第二项。两院提案第1113条之五，法院为监护之宣告前议定监护契约之本人或受任人得随时撤回之，议定监护契约之撤回应以书面先向他方为之，并由公证人作成公证书后使生撤回之效力。公证人作成公证书后七日内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契约经一步撤回者视为全部撤回。法院为监护之宣告后，本人有正当理由者得申请法院许可终止议定监护契约，受任人有正当理由者得申请法院许可辞任其职务。法院依前项许可终止议定监护契约时，得依职权就1111条第一项所列之人选定为监护人。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人提案第1113条之五，
第一项前段同两院版第一项在后面增列，宣告后本人或受任人有正当理由者，得申请法院许可终止之。第二项同两院版第二项第三项以下，法院为监护宣告后，监护人共同执行职务时，监护人全体有第1106条第一项或第1106条之一第一项之情形者，法院得依第1113条之四第一项锁定申请权人之申请或依职权，就第1111条第一项所列之人另行选定或改定为监护人。法院为监护宣告后，议定监护契约，约定监护人人数分别执行职务时，执行同一职务之监护人全体有第1106条第一项或第1106条之一第一项之情形者，法院得依前项规定另行选定或改定全体监护人，但执行其他职务之监护人无适任之情形者，法院应优先选定其为监护人。两院提案第1113条之六，法院为监护之宣告后，监护人共同执行职务时，监护人全体有第1106条第一项或第1106条之一第一项之情形者，法院得依第14条第一项锁定申请权人之申请或依职权，就第1111条第一项所列之人另行选定或改定为监护人。法院为监护之宣告后，议定监护契约，约定监护人数人分别执行职务时，执行同一职务之监护人全体有第1106条第一项或第1106条之一第一项之情形者，法院得依前项规定另行选定或改定全体监护人，但执行其他职务之监护人无不适任之情形者，法院应优先选定或改定其为监护人。法院为监护之宣告后，前二项锁定执行职务之监护人中之一人或数人有第1106条第一项之情形者，由其他监护人执行职务。法院为监护之宣告后，第一项及第二项锁定执行职务之监护人中之一人或数人有第1106条之一第一项之情形者，法院得依第14条第一项锁定申请权人之申请或依职权解任之，由其他监护人执行职务。两院提案第1113条之七，议定监护契约以约定报酬或约定不给付报酬者，从其约定。未约定者，监护人得请求法院按其劳力及受监护人之资历酌定之。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人提案第1113条之六，同两院版第1113条之七，两院版提案第1113条之八，前后议定监护契约有相抵触者，视为本人撤回前议定监护契约。两院提案第1113条之九，议定监护契约约定受任人兼执行监护职务不受第1101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限制者，从其约定。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人提案第1113条之七，第一项同两院版1113条之九的第一项，第二项议定监护除本节有规定者外，准用本章第二节有关成年人监护之规定。两院提案第1113条之十，议定监护除本节有规定者外，准用关于成年人监护之规定。请看行政院司法院提案民法第976条修正案。第976条除将第一项序文左列修正为下列，并将各款之者字删除外，将现行条文第六款部分删除，那现行第七八九款调整为六七八款。第
第二项为修正，与现行条文同。请看家事事件法条文对照表。委员尤美女等十九人提案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同现行条文，第二项为法院遴聘前项调解委员时，委员之一任意性别比率不得少于遴聘总人数三分之一。第三项、第四项同现行条文，第二项、第三项。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第五十三条，除第一款、第二款中，将中华民国人修正为中华民国国民外，其余未修正同现行条文。委员吴玉琴等十七人提案第一百六十七条，法院应于鉴定人前就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状况讯问鉴定人及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使得为监护之宣告，但有事实足认无讯问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前项但书关于法院得不为讯问之注意事项，由司法院定之。鉴定应有精神科专科医师参与，并出具书面报告。请参看《法医师法》第五条。第五条除第一项第五款部分修正为有客观事实足认其身心状况不能执行职务，经主管机关认定，其余同现均同现行条文未修正。请参看外役间条例的对照表。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提案第一条，除第二项删除中断的部分的监狱组织条例外，其余同现行条文。委员张宏禄等十八人提案与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提案同。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提案第二条删除。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提案第三条删除。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提案第四条，除第二项第三款修正为三累犯，但前案系第一次犯罪重本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其余均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委员黄昭顺等十六人提案第四条，除第二项第三款修正为三累犯，但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五年以内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六月以上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以外，均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委员邱志伟等二十人提案第四条，除第二项第三款修正为三累犯，但五年内仅犯罪重本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以外，均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委员蔡义瑜等二十一人提案，除第二项第三款修正为累犯，但已执行完毕部分皆为一颗罚金者，不在此限，以及增订第七款，犯增订第二项第七款，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所列各款之罪，其余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提案第五条，将前段法务部后增列法为法务部矫正署外，其余未修正。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提案第六条，外役间办理作业得从事生产事业、服务业、公共建设或其他特定作业。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提案第十五条，除
第二项末句将法务部后增列为法务部矫正署外，其余均以现行条文同。委员林淡化等18人提案第18条，除后段部分在法务部后增列矫正署外，其余均以现行条文同。委员林淡化等18人提案第21条，除第4项修正为受刑人返家探视实施方式、对象、次数、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法务部矫正署定之以外，其余现行条文同为修正。宣读完毕。好，修正动议有三个修正动议，一并宣读。修正动议：民法第976条修正动议，请对照现行条文。第976条第一项序文内将左列改为下列。第一项的第五款、第六款删除，现行条文的第五款，把现行条文的第七款款次更正为第五款。五、婚约订定后与他人合意性交，现行条文第八款改为第六款，第九款改为第七款，其余均同现行条文。提案人委员钟宏照等。家事事件法第167条条文修正草案，对照委员吴玉琴提案，将第167条第二项修正为鉴定应有精神科专科医师或具精神科经验之医师参与并出具书面报告，其余同委员吴玉琴的提案。提案人委员何志伟、吴玉琴等。法医师法第五条条文修正动议，对照行政院提案条文，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修正为二曾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判刑确定。第五款修正为五有客观事实认不能执行业务，经主管机关邀请相关专科医师及学者专家组成小组认定，其余均同行政院提案条文。提案人委员周春米、王荣章等。宣读完毕。好，如果等一下有陆续有这个修正动议进来，我们再这个再来宣读哈。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请看讨论事项一哈，就是各位条文对照表最后的这一本啦、是我们并案审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还有吴玉琴委员等20人拟具的民法亲属编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我知道，哎，我先跟各位说明啊，我们可以先讨论啊，也听取这个行政机关的意见啊，但是我们要等到在场本会人数足够的时候啊，才有办法做决定。好，请问14条对于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各位有没有意见？那个吴委员，吴玉琴委员现在在忙吗？来，委员，不好意思，我们在等你。来，请坐，请坐，没关系。第十四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们现在要等到人数够才办法做决定哈。我们请看第三节这个节名哈。委员，你们跟这个行政院有没有协商？有节名啊，这个遵照那个。就跟行政院行政第三节、第三节、对，成年人之议定监护，对，是没问题。好，
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能不能催一下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好不好？我们还少一位。好，各位请看第1113条之二。这个吴委员的提案是不是跟两院版是一样的？是，文字稍微有点多了两个契约者，嗨，契约，那没有特别的意见。所以您可以照这个两院版是不是？两院提案。对。好。第1113条之三。只有文字上那也是照两院版是不是修改而已，所以 没问题照两院版。报告主席，这个部分我先说明一下，那个请市长，因为司法院的哈，司法院有一点意见，说是到底是国内工作法，所以我们建议哈，在说明栏的第二点哈，第二点等一下我们再往我在文书上，就是第二点的一二三四哈，变更要采药事契约，除当事人意思表示合之外，需经由哈，就要加个几个字，国内之公证人依公证法规定，后面一样做成公证书，视为成立。哎，可以吧？好，一哦，就是在说明栏的二哈，二的一二三四第五行，第六行，由公证人前面加。国内之哈，就由国内之公证人后面加上依公证法规定做成公证书，始为成立，对不对？好，来请吴委员。这样的内容更清楚了哈，因为之前有讨论到涉外的问题啊，所以这边加入一个国内的公证人，可能就会蛮清楚的。我也是支持的。哎，好，那就是也是照两院提案嘛哈。然后修改说明栏，修改说明哈。周委员，那周委员，我请教一下司法院，现在公证人是各地院都有公证人吗？花东也有。哎，对，我们把公证人的名册全部，哎，民间的也都放在外面。那公证人现在40几位啦，那有些单位有些没有嘛？对，像苗栗没有，就新竹去支援。支援那有民间吗？民间公证？民间的，大概都有，在整理名册的时候有170几位，所以法院都有，但没有配置的话是其他地院来支援。对，其他地院会有，隔两天三天不过去定期的支援。啊，澎湖嘞？澎湖有没有？有，澎湖有，有民间公证人而已，法院没有。那由律师兼民间公证人这样子，律师可以兼哦。他可以来申请被法院遴任，然后再上一定的训练时数就可以了。那他就不能执业律师了吧？对不对？对对。好，谢谢。好，113条之四，吴委员，您跟行政院跟两院都有协商吗？有。那就是照他们的版本吗？是，就照他们的文字。好，我跟他文字差异非常非常少，好，他一两个还有顿点。了解。113条之五呢？是不是有113之四？对不起，113之四。这都没有修正动议嘛？好，113之四。这个就是那个因跟德是在这边嘛，对不对？好，那是在之五。好，那之四就是照两院版，对不对，吴委员？对，照两院。好。我知道还少一个啦，我现在先跟大家先练预习一次啦，那不然怎么办呢？113之五，起码都画送的啦。113之五有修正动议嘛？对不对？德要不要改成因？把德改成因，把德要改成因嘛？好。他是不是有修正动议？113之五嘛？好。之
十五还没有成案。哦，还没有成案。哦 ，OK， 好。一三之六，吴委员跟郭委员有没有意见？一三之五就是把德改成英啊，但是那个修正动议因为还没有成案，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处理嘛。一三之六是跟本席的这个法案是拆了了哈，我们原来的一三之五啊，他把后半段拆到这一条里面，更详尽的规范单人或数人、一人或数人的一个这个程序，然后所以更完整。但是我有学者也担心说会不会太复杂了。好，这个部分法务部这边，是不是未来在实务操作上面会不会造成民间对这个条文这么长，然后理解上面会不会有些困扰？这个部分也可不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我知道你们讨论很久，那后来学者大致的意见都是希望能够明确的做这样的规范，好，但是还是有部分学者担心是不是过于复杂。好，来陈次长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哈是确实在我们研修的时候呢讨论很久，那当时就有大功小功的问题啦。因为最主要哈，一定监护大概最主要有两大块嘛，一个就是财产管理嘛，然后一个就是医疗照护嘛，这两大块。那可能呢，财产管财产的人他不一定要全部都管，他可能不会管到。如果就单纯全部都管的没问题，有一个啊。那如果说财产两半的，我们也同意嘛哈，那他可以这样个别处理。所以呢。这一半的 A 这一半的，那就 A 这一半处理 ；B 这一半的 B 这一半处理等等这些的，所以我们有这个层次感的哈。那如果说实务操作呢有困难的话，我们将来再做。就基本上我们认为说有模拟过了，大概不会有问题。嘿，对，有图表，哎，对。好，谢谢。我们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哈。好，我们回头看第十四条。行政院司法院提案，各位没有意见，我们照提案通过。第三节的节名，依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第三节成人之意志议定监护，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请看第113条之2，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113条之3，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但是说明栏的二，好，我们做修正，好，做文字修正。文字修正各位手上都有吧，好，我再念一次哈，二的第6行，由国内之公证人依公证法规定做成公证书，始为成立。好，我们就照提案通过。好，请看113之4，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113之5，之四我有提案，啊，我有修正动议。之四没有啊？4之5哦，刚才那个是之四吗？对对。哦，之四哦，好，我们稍等一下。那尤委员，您的那个修正动议有没有影响到后面的条文？没有哈，那我们先看113之5。113之5的那个修正动议有签了吗？签。好，那我们请宣读113之4跟113之5的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第1113条之4对照两院版提案，将第一项后段修正为其议定监护契约已载明开具财产清册之人者，法院应依契约所定者指定之，但议定监护契约未载明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或所载明之人显不利本人利益者，法院得依职权指定之。第二项同两院提案条文，提案人委员尤美女等修正动议第1113条之5，将第四项中得依职权修正为应依职权，提案人委员周春明等还有一个是外意见的，我们之后再好，那个113之4的修正动议各位都有拿到吗？还没拿到哈。好，我们先从113之5的修正动议，各位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照修正动议通过。好，请各位看113之6，我们周委员。我请教一下那个113之5第3项哈，本人有正当理由者得申请法院许可，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受监护宣告了嘛，那他的这个行为能力上面这个部分怎么判断，然后是不是还怎么样有人来帮他代理行使这个意思表示吗？因为法院已经做监护宣告了嘛。好，请法务部说明。这个报告委员哈，我们在那个我们的说明里头有写哈，就是有关于这个，因为他虽然被那个宣告这个受监护宣告哈，可是他会有也许有些情况会有些时间他是短暂的恢复，那这时候依照那个家事事件法，他其实是有程序能力的，他是可以为了他自己家事事件法，我查一下哈，在那个家事事件法第。第十四条，第十四条就是说，这个不能独立以165吗？十四也有吧？十四条也有哈。他说不能独立以法律行为负义务，但是能证明他有意识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有程序能力，针对他的这个身份的事件。那所以他如果他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这个透过程序代理人来这个主张说他终止契约这样。可那是在是家事啊。只有在家事、啊、那其他呢，那怎么样去说他短暂的回复他的能力，你受监护宣告，法院不就认定说你在意识能力行为能力上是有不够的吗？那你怎么样去认定，我是不是还要再去鉴定说哎、欸、他是短暂的回复他的意识能力，然后他有行为能力。因为如果他要终止这个契约的时候，他应该还要这个第四项哈，他还要跟法院说，然后法院这时候应职权去选新的这个监护人，所以法院在选这个新的监护人的时候，他就可以一并审酌这个事情，就是他的那个之前的这个终止契约。我的疑问是说我已经被法院宣告，不，我们已经去做议定监护，那法院也照这个契约就准了嘛？那这个时候准那个监护之后，他本身的行为能力不就是我们判定上他是不能自己去行使的嘛？那你怎么样？他怎么又去跟法院说他要许可终止？那你刚刚讲的是家事的部分啊，但如果还有其他民事的这个纷争的话呢？其他民事的纷争，就是他应该要先终止他的，就是他其他民事纷争要确定在他这个契约的终止有效或无效嘛，是不是法院许可？所以你是说这个部分就归到家事事件去处理，对，他是家事事件里面，因为他就是家事事件，对对对对。但是你怎么去判定说他这样的一个申请，他是程序上我就像我准有一个指定的一个告诉代理人一样，是不是？就是说你现在的状况上，可能这个你的意识能力、行为能力可能是有问题的。对。但是我给你这样的一个规范，对。那你来申请，我还是要做一定的程序的判别，说我要不要在这个程序帮你指定一个代理人。对，这个可能是具体个案上法院认定，因为这个像这个刚刚跟委员报告那个家事事件第十四条，其实通案上面就是会有这种情况，他如果。
可以证明他有，因为他的条文就是证明有其他有其有意识能力，所以可能不是只在一定监护的案子，在其他的案子他会有这个有程序能力的状况的时候，就法定监护的部分有这个问题。对对对，那其他的家事事件也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可能法官在具体个案上面可能就会去做认定了啊。好，谢谢。如果各位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一一一主席来尤委员，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1113条之5哈，那个公证人做成公证书后7日内要以书面通知法院嘛？那这个七日是什么？是训示规定还是强制规定？就是训示规定。那他如果没有通知呢？原则上是不会影响效力，不过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跟司法院讨论说，为了以后那个监护宣告的时候要查证，原则上他们未来应该会有一个就是资讯上面的一个连结，对对对，这样，对对。因为你公证人现在有私人的公证人啊，民间公证人嘛，所以也会有连线这样。好，1113之5照修正动议通过，1113之6。要回来1113之4吗？先不用，先看，我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意见，我们先看后面好了。1113之6，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1113之7，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1113之8，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1113之9，各位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1113之10，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那个尤委员，那1113之9哈，他那个异地监护契约约定受任人执行监护职务不受这个1101条第2项、第3项规定的限制，重启约定，所以这里等于他的权限有很大，他可以帮他处理所有的这些的财产，那这个部分没有任何的监督或什么吗？这个是事先约定的，我们就尊重他的约定了。嘿，对，尊重他约定。嘿，他会有，我再补充一下。我再跟委员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只有第二项跟第三项。那在1101的第一项里头，其实他还是有受到限制，就是说监护人对受监护人的财产非未受监护人的利益不得使用或代为或同意处分，所以他还是要框在这个底下去处分他，纵使他有约定。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1113之9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1113之10照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过。请各位回到1113之4。好，我想请问一下，对于提案这个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主席，我想请教一下尤委员哈，那个后面正同时指定会同是以异定监护契约所定的受任人为监护人嘛？哈，这个没问题。同时指定会同开具财产之人，这个就是要指定，要法院指定还怎么样？我不太了解。没有，因为原来的是说，我今天有异定监护指定的受监护人，指定监护人了嘛？好，有异定这个监护，然后呢，但是法院你要同时指定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好好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指定异定监护的时候，我也有指定开具财产清册之人。那这时候法院是你要另外指定我的指定不算呢，还是说你要尊重我的？嘿，这样可以吗？因为好，司法院有，请说。好，报告主席哦，那条文我们原则上同意，当然那个修正动议的说明哈，我们建议在第四行加这个其议定监护契约已载明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者加。开具的前面加会同两个字，然后另外后面一句哈，法院应依契约所定则指定之，但议定监护契约未载明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哦，都加会同两个字，就一二三第四行还有第六行开具的前面都加会同两个字。不好意思啊，各位啊，请你们看这个尤委员这个修正动议，请你们看右边那个建议修正，那个不是说明啊。
哦，是是是，那是建议修正。哦、对不起，对不起。左边的是你们原来的版本，那右边的才是建议修正。那建议修正，我们建议加会同这样。好，这样子好不好？我这个右眼，我们这个条文先保留，我们先处理到后面，你们商量好了。好。好，这个给你们多点时间，你们商量好了，我们再来做决定，好不好？好，好，我们先进入下一个案。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好，请各位看修正动议。主席，钟委员，这个在这边说明一下，那个修正条文的说明里面第二项哈，第一项第五管所指花柳变细子，那个细少了一个人字旁啊哈，那做个文字上的修正而已。以上。好，没好，好，谢谢。好，这个修正条文就是把修正动议啊，就是把原来的修正条文在第五款这个有花柳病或其他恶疾，这个把它改删除了哈，删掉了，好。然后把第六款的通奸改成与他人合意性交，啊，那后面的这个都是款次的调整，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啊，有委员，那个第五款呢、啊？那个花柳冰要不要拿掉啊？那修正动议就拿掉了，那个只那个那款删掉了。你要看修正动议好不好？好，修正动议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修正动议通过。好，跟委员会报告。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已审竣完毕。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好，请大家看。我们讨论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并案审查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拟具《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请各位看这个三案合并的这个条文对照表。这个有没有修正动议？没有哈。167念过了吗？好，好，我们请看从由委员提案的第三十二条开始。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我们请副秘书长。报告主席啊、哦。这个报告，早上呢，因为时间上有限，我早上没有说得很清楚。就是三十二条的部分呢，我们建议啊、是不是
尤委员的这个三十二条建议是不是不要增订这个条文了哈？那因为这一部分呢，我们希望说由行政措施来鼓励或者督促各法院朝这个性平的这个方向来努力哈，比较有弹性。还有我们实际这个要一定的比例哈，目前所有一二审29个法院啊，那只有9个法院没有符合那个比例，那其中7个法院呢，反而是女性的比较多，男性的比较少哈。那所以有一些像连江地区啊，或者金门地区，那这个要符合比例，我们这个家事的条文哈，那会有实务上运作有一些困难。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厅长也跟游委员哈，那事前啊，那也有去沟通过啊，那个是不是请游委员哈，那是不是给我们考量实务运作上也有一些地区是有这样困难哈？那建议。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不要明定在法条？那我们由行政措施上或者督促各法院去努力。谢谢。好，游员，这个司法院是希望不要这个增订。我可以，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弄一个附带决议，就是要求他现在还有三个法院是连一个女性都没有的，就连一个女性的那个调解委都没有的，是不是能够尽快改善？这个应该没有问题，那就麻烦您。我们等一下弄一个附带决议，好不好？好，好，我们32条就不予修正，请各位看翻过来第53条，第53条是把中华民国人修正为中华民国国民，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提案通过。请看第167条有修正动议，各位请看修正动议。167条是啊，不好意思啊。好，吴委员，您要说明一下这个修正动议吗？修法的时候已经有说明过了，好。那是不是请那个司法院这边对你们的提案好再稍微说明一下？司法院请说明。这就是167条的部分呢。那现在吴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呢，其实就是我们早上所报告的哈，就是把本来的吴委员的修正草案的第二项前段呢，前项但书关于法院不得为得不为讯问的注意事项，由司法院定之这一部分，我们建议哈，这一部分是不要定的，只要在立法说明哈，来把它说清楚，我们实务运作就有一些标准可循啦。那谢谢吴委员的那个支持啊。那这一部分是照我们早上司法院的一个意见，还有第二项呢后段的部分哈，那原来的版本呢是把据精神科经验的医师这一部分把它删除掉了，那我们是建议哈，因为新收案件会量越来越大，还有往后的如果把这一类的医师删掉，那这个原来的那个精神专科医师他的看诊的要帮我们鉴定的量会多，影响他看诊的一些负荷哈，还有受监护人每一件呢鉴定费用将近要10000块，所以呢如果都把原来的删掉，没有一些弹性的话，让法院斟酌一些弹性的话，那这个受监护监宣告之人关于鉴定费用要负担的高额的鉴定费用也是一大负担哈，所以我们是建议维持原来第二项后段的规定比较弹性哈，而且也比较有利于受监护宣告之人哈，那也谢谢吴委员的支持哈，大概有照那我们就照修正动议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照修正动议通过，但是这个。这个病案要等到这三案合并，要等到附带决议通过之后才有办法宣告哦。好，我们现在先往下看。法医师法。法医师法。现在讨论，进行讨论事项第4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法医师法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我们就直接进行条文讨论。有没有修正？好。我们请看修正动议。那个主席，游委员，刚刚167条后来是依照什么？
要修正动议。可是修正动议它很多的文字有改耶。是有，那个包括司法院都跟原提案委员都同意啊。好，我们请看法医师法的第五条的修正动议，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修正。主席。哦，来来，次长。主席各位，那个我们建议一下哈，就是按照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的第五条本文的第一项第五款，原先加上是经主管机关邀请相关专科医师，我们后面建议加个顿号，法医师及学者，因为哈。各位知道说我们的法医师法里面的医师派跟非医师派两个竞争很厉害，如果说只有写专科医师，我们的法医师恐怕又有一些了解。好，拜托王委员有没有意见？可以了、啊、另外在说明栏我们刚才也跟王委员报告过，第二点就是修正动议的第二点最后以违反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建议把以违反改做有违反宪法第二对宪法保障人民那个之不要，就是有违反工作权之余力的，就是后面的之余力，因为这是院版的，我们不要自己打好那个行政的嘴巴。好，我再念一遍，就是有违反公约第二十七条以宪法保障人民工作权之余力啊，这是这个文字上的。等等，我们再那另外呢，在第三点的部分呢是漏字的部分，第三行是语言治疗师法少一个法字哈，在中间2 4 6 8 9第十行一是放射师法再加个法字哈，那然后在第三点哈修正动议的说明栏第三点，因为配合刚才讲的法医师，所以呢邀请专科医师顿号法医师及学者专家，主任小组这几个文字上的修正。那个拿给那个修正动议的说明栏，那个第二个三应该是四，所以应该是一二三四点了、哦、没看到，抱歉，是一二三四，对。好，对于刚才次长的说明，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那对你第二款的话，就是按照这个东西。有违反最后一句话了哈，有违反公约第二十七条以宪法保障啊。我是说，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啊，第二款就是按照修正动议都没改。好，我们修正动议的第五款哈、哦，邀请相关专科医师，然后顿号法医师及学者专家组成小组认定。第二款。我知道第二款有修，就是我说修正动议再修正是这个部分再修正了哈。好，我们照修正动议修正后通过，然后说明的部分照次长的口头说明，那么我们整理之后啊，这个我们再做文字整理。行政院函请审议法医师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已处理完毕，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玉康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五案，第五案之前我们回到你们协商好没有，那个拿去印哦，好，好了，那我们先来处理第五案。我已经投入的修正动议拿去。好，我们进行第五案哈。讨论事项第五案，并案审查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拟具外役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五案。那我们在进行逐条之前，先宣读这个案子的修正动议。修正动议，外役监条例第四条修正动议，将现行条文第四条第二项第三款累犯后增列但书但已执行完毕之前案均为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其余同现行条文，提案人委员周春明等，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看条文对照表。
第一条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哦，好好好好，这个不是等一下的，这是民法。对啊，这个是刚才已经都通过的、啊。没有，这个保留，民法有一条保留了、啊。哦，对对对，哦，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好，第一条，请问各位的意见。法务部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林代化委员提案通过。第二条要删除，林委员的提案是要删除，法务部没意见。好，我们第二条删除。第三条要删除，请问法务部没意见？好，第三条照林委员的提案删除。第四条，第四条的刚才宣读的修正动议，啊、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啊，那我们就先请各位看修正动议好了。好，修正动议这个早上在询答的时候都已经说明过了，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邱委员，这个修正我有签名，我有联署哈。这个请教一下这个法务部，就是就本席的提案呢、啊。跟修正动议在法律效果上面会有哪些的不同？原来委员的提案里面哈，这个应该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哈。违建。违建条例。在这边。好，这是蔡委员，就是邱委员。邱委员的。邱委员的是，好，第十一页。对，邱委员的提案呢是五年内仅换，好，五年内啦。那我们这个更扩大一点，就是说没有限年是你限年份的五年内，因为累换本来是五年内再换嘛，好、哦，五年内构成累换。但是有的累换呢，可能是十年前的案子，后面的案子判的就固案啦，他就固委那判，所以也许呢，距离现在真后案判的时候已经十多年了，所以这个五年内恐怕会有一些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它说，只要他的前案构成累换的那个前案。是六个月以下的，就跟委员一样嘛，所谓的轻罪了。我一般来讲判六个月。你某些时间限制的对吧？哎，对对对对。那、哦、个、哎。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照修正动议通过。请各位看第五条，第条文对照表第十四页，林代化委员提案，法务部矫正署，这个有没有意见？好，我们照提案通过。第六条，请问有没有意见？好，第六条照林代化委员等十八人提案通过。第十五条，应该也没有意见的哈。好，我们照提案通过。第十八条，照提案通过。第二十一条，第一条。我们建议是把那个由法务部矫正署定之，应该是法务部定之啊，最后一项。哎，是法规命令要由法务部来定。哦，哎，那我们第十二十一条我们修正后通过，就是说把这个提案啊最后一行矫正署三个字把它去掉。好，主席，那个好，请说明。刚才那个十五条哈，最后一个字，最后一行，那个原来林委员的是报法务部，报请法务部矫正署核备，因为我们现在用核备这个用语呢，改成备查了。好，好，第十五条，我们把最后两个字核备改成备查，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修正后通过。委员林代化等十八人拟具外役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五案，已并案处理完毕。
啊？照修正动议。照修正动议，照修正动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益康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好，请各位回到第一案。第一案这个1113-4的修正动议，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好，我们1113-4。报告主席，是要按照再修正后的啊。哦，好，那就我们要，那我们要再宣读一次。对，是。再修正动议第1113-4，将第一项后段修正为同时指定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其议定监护契约已载明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者，法院应依契约所定者指定之。逗号，但议定监护契约未载明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或所载明之人显不利本人利益者，法院得依职权指定之。第二项同现行条文，宣读完毕。好，我们1113-4照再修正动议通过。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部分。刚刚那个有一个附带决议，那还没有处理到那边呢、啊，那是下一个案。好，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二案，已并案处理完毕。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哦，对不起，本案交由党团协商啊。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啊，不好意思，因为司法院来说明啊，说他们这个还要有家事事件法，还家事事件法，还有公证法都要并案要做修正哈，都要做修，都要修法，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要我们要协商等他们了、啊，好，所以我们本案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益康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好，来，我们能不能有个建议啊？这个说按照这一个案子的哈，因为如果在交务协商，到时候又变数不同党，是不是 hold 住？就是出委员会以后呢，那 hold 住先不要提院会，可不可以这样？我不晓得程序上可不可以这样做，就不要再交务协商嘿。没有办法了，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样？没得了，我讲民法哦，我搞几个协商的，个变来变去的。什么？我比如那叫别的党团呐。我怕有这个。不能一样啊，他也可以拉下来协商啊。可以了，好了。对，一样啦。好，我们现在回到家事事件法的附带决议，请宣读。附带决议。鉴于目前金门地院、连江地院等地方法院家事调解委员并无女性，均为男性，不符合性别主流化政策要求，司法院应尽速提出改善方针，促使各法院家事调解委员达三分之一性别比例之要求。提案人委员尤美女等，宣读完毕。请问司法院跟各位委员对于这个附带决议有没有意见？就是在那个答前面加一个单一性别，答之前加一个单一性别，就单一性别答三分之一之，那就后面就不用，后面就不用那个是漏掉了哈。加倒数第二行，各法院家事调解委员单一性别答三分之一。之要求是这样吗？后面性别比例还要吗？单性
决，就单一性别达三分之一之要求，后面的性别比例就不要了。对啊，就是家事委员单一性别达三分之一之要求。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附带决议通过。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拟具《家事事件法》第五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三案已并案处理完毕。还有附带决议一项，哈。好，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附带决议一项一并提报院会处理，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那明天呢？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